各位旅客您好，14:16经由宜兰县开往苏澳区间车在第一月台 A 侧快要开了，还没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本次列车只有4节车厢，请在第一月台 A 侧7车至10车的位置上车。各位旅客您好，本次列车通过金牛宜兰线会往苏澳区间车在第一月台 A 侧今天推动它的停车中检查方便旅车公司列车第五系列车厢下里的第一月台 A 侧一家不要超越黄线，以免发生危险。